牛大哥来了，在新的一年带来牛气冲天，把所有不好的一切全部冲走。舞龙舞狮大家看得多了，舞牛狮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在表演采星的过程中，它是牛还是狮呢？辛丑牛年牛劲十足，两头金光闪闪的牛狮率先冲出闸门，以头上两只坚硬的牛角将所有不好的事物以及患病疫情通通都撞开推掉。由于今年很多人无法回乡和家人团圆，因此刀锋龙狮体育会决定发扬牛狮精神，将牛气冲天的霸气融入舞牛狮的表演中，希望带给全国人民更美好的明天。大家好，我是文强。高峰龙狮体育会十二年来不间断的在每一个农历新年都带来一个生肖造型，今年辛丑年它带来了两头金牛狮。舞牛狮的步伐会模仿牛的走法，走起来比较凶也比较有力，配合跳前跳后的跳步，一步步把不好的运通通推走。在表演采星时会按照牛的走路方式和打斗的模样来表现，比如两头牛狮会互相顶着对方的牛角，然后绕圈圈追逐。祝大家新年快乐，扭转乾坤。